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，上好邻居就是创的这条大链石头内底啦，有影，绝对有影啦！你若唔相信我，袂要紧，唔过你一定要相信现代科学的看灵珠，只是我用仪器吹出来呢。呼，我试看来，若是无吃，我要你死甲真歹看啦！哇，直接我，哎，未破唔相信，骨一根，试看。臭小子，你敢骗我？再死看招！慢请是，慢请慢请。如果是你，对，你是安怎对我对这条了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就是调查局的，我就要将你抓回来归案。小件你啊，原来你是江西人，好，咱今日做一个了断，看是你死还是我无命。看我的秘密武器，黑星、红星、满天星，看我如何成功啊！哎，陆新龙，你今你来这空山？陆新龙，你今过来看麦？哎，啊是安怎嘞？阿多迄路啦，阿多迄路，阿用比的较近啦。原来你厝上个邻居，个人就藏在这条大条石头内底。讲啥嘛？阿叫你袂使讲，你拢闹闹出来。天晓得，你得等到恶东比讲，我是安怎袂使甲卢新龙讲呢？啊，对吼，阿恶东比甲廖先呢，走去倒位呢？因两人已经拼到迄边去啊啦。啊、我先去甲帮廖先生斗三工，再去倒转来救你吼。小等嘞，哦，原来是吕伯清，哈哈，混海吕新娘，咱真久无见咯。是嘞吼，那阮即卖叫做天海吕新娘，唔是混海吕新娘安尼。哦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脱离苦海。啊，唔过我嘞，我比你较大英文，别去入海，一个冤仇，咱今日一定要做一个了断呐。陆伯清，我劝你唔通搁再聊落去，紧找一个翁婿好好过日子啊！哼，我已经是名花有主，唔免你咧假好说。安尼上好，祝恁夫妻圆满，事事顺利。我要来去抓恶东鼻，小等下。恶东鼻是阮人请来杀手，哪会当清清菜菜地当，互你抓去咧？什么？你人是什么人？讲出来你茫着惊，阮人就是。哦哦哦，降临降临，你不是？苦求啊苦求，我哦降临，但别人单单就是心，小小一个大概对我来讲，只不过是一种的刺激而已啦。哦，你这边动出江湖，又搞什么阴谋嘞？我要练习魔功，将大阴门一股单刀。第二，我要称霸武林，统一万教，所以我定要成这条香火灵芝哦，老公，我好崇拜你哦。但上下线的面头前卖这里三八。哦，家人，香火灵芝是专门要起来救世间人的。我唔管安怎，我定要成这条香火灵芝。老公，卖介一气的讲这多，咱先将这个贱人甲结果单掉，香火灵芝就是咱的啊嘛。嗯，没错，卢新龙，你死去到了。哇！
七番。来无疆啊！哼，杜亚门，想当年你赶尽杀绝，将我当作贼，那不是我命不该绝，今日我就要报仇的机会了。哈，本家一概不义结，我今日我可能也是放下多多，立地生活较好啦。今日咱你两个终于跑到这边地界，才当解消我心头的愤怒啦。祸害无边，回头时间，你的三思三思啊！几位兵众，扩张！现在前进的时间忽然间天摇地动，山崩地裂了。我已经向我两只交出无只将你霸成霸将，哈哈哈！我们好害怕。吴建林，我看你还是赶紧弃邪归正，面前的飞火连鞭，我就送你九十天。我这叫，如不听吴建林。江河灵芝是人间之宝，有得佳人日子，恁两人已经中着我的仙鹤神功，若不在一个时辰以内吃到江河灵芝，一定会魂飞魄散。哦，仙鹤同志，我将再做了，请赐我灵芝，让我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可以，但是要问江河灵芝的主人，因为江河灵芝这事是专工为着调解黎明。众生的，不是私人会当独占的。我上河灵芝的主人是谁呢？是神州大儒杰，杜彦文听令，地主在。我知影你为着要解救黎明百姓，四界咧走济上河灵芝，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决定将上河灵芝赐予你，希望你会当好好利用，造福人群。是，多谢仙人。将军杰，交代之事，谨记在心。故事，奉上仙人。各位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各位主席长，杜彦文得到上河灵芝了后，终于执行有缘奉上仙人，用解脱众生。解除世间人的痛苦，从此天下一片祥和，国泰民安。神州大儒杰灵芝救世团就向各位报上到这，全部完结毕，谢谢，再会。